未能扒了，里边啊，好香啊！快天亮了哈。虾卷不？来几张？不蛤蟆呀？这个样啊，要换好不好？来，重新搞吧。重要啥？三百块。三百块，好不好？运秀达，伙伴，伙伴，伙伴。哎，伙伴，不然不吓人。袂顶，袂顿，发这条，发这条都还那样子。听说今天下午，今天下午会下。你那个不能戴在头上吗？
戴在头上，我这样晃，你会很亮，你会很刺眼，你会很刺眼，你戴他们会很刺眼呐、啊。这个很刺眼哎、欸。你说买那个那么刺眼？这个可以照一两百公尺远哎、欸，这个是山里面在用的，它会闪哦，就求救。打猎可以用的啦。对啊，打猎你懂不懂？懂。懂不懂？每天都在打山。是。你家的墙壁有山猪头、哦？我家很多只山猪。他自己也是这样。他知道自己怎样？文化一样。同类相残啊！你讲啊，你讲啊，我喜欢讲啊。蒜泥，萝卜糕肉，黄鱼，海底鱼头啊。秋梅章，秋梅章，鲤鱼逃下来了，水啊，真的漂亮。一顿给用晒了，这种一头人拢食目仔，就食头上脆。穿烫了，等穿烫了，叫人来卖两百块了，两包。涉及什么事？有很重要的事吗？穿烫你也无人啊，差三杯也好食。海产店必备，我来也去海产打拢点点。去海产打拢点点。这是什么？鱿鱼头，鱿鱼头，脆脆的，超级脆。好吃啦，脆的。这比那个鱿鱼花还要脆。啊。哦，甜蜜啦。一样的。不行。沙行的。现在现场大概十个人，四个客人。两百块。两百。这一片一公斤，一块一公斤，啊，这得过来能包好了。哦，谢谢啊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啊，你老师这得过来了，包好了。两百。你家不会这样能包？能包。对啊，原来。哦。啊，百块卖。啊。一袋四十块，一公斤卖你四十块，有人卖。像这个虾，能包的，两百块，搁几人可以能包？长什么样的？什么样子啊？就这个头啊。他的头，他的头，他的头最好吃了，最好吃了，两百块，过两个不能挂工，能挂来过来，过来，能挂工，能挂工，两百块，过两个能挂工，能挂工呗。回去穿汤就很好吃了，多想买两百呀，多想买两百，今年啊，开始个上，今年吃不了，今年买一百，三点一百块了，一百块了，一百的，一百块，一百块，这个穿汤差三百块了，一百，来了，一百块了，给我一百，好，一百块钱，好吃啊，好吃啊，给我一百，五百，一百啦，为什么要买五百？公园现在这个时间没有人正常的、啊。乌日会比较早一点，不过今天也要晚一点才会有。今天应该。来个七八块，现在一百块就好了。七八。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。不一定啦。做人还不七八块，还行啦。哈，哎，黑红吧，哎，你们七八块。做人哎呀。八块两块啊，哎呦，是啊，但人家现在都提起来卖啦吼。啊，你的咧？你安康鱼啊，有加鱼干啊？啊，安康。文群长。他不是去后面拿东西吗？有，今天有虾卷，左边这里就是虾卷，看到没？这里虾卷。他，我你安尼讲什么啊？阿你饮料？你梗不要硬做，我很难接。你的梗太硬了，我没办法接。鲑鱼头怎么卖？鲑鱼头，鲑，这个鲑鱼头怎么卖？哎、欸，
龟头啦，快点啦！5颗300，五颗三百，5粒300。那是冷冻的嘿。5颗300，哦，这个。价钱最低点嘛。那个不是冷冻的啦。5颗300。四分钟，等等要过来 ，OK。还有啦，还有啊，二一。柜台就，加。柜一啊。嗯。空的柜台。空的柜台。哦，这人出啥西米出料？处理还阁淘出，你有人来无？你有人来无？你来看卖，你也摕着这个，想想，这拢起拢家己用好，去当个猪皮寿汤，猪皮寿汤好，这用烘的嘛好食，这啥的？215，赞的，这干来我进两条落来，这两条落来150超过。你过年前50，拄啊无超过。收了站，天亮，准备天亮，再亮一点，我就要把这个灯关掉。黄鱼还有没有的地啊？500块，黄鱼块啊？无恁哥一声跟讲嘞，到手就好。啊，这回机条什么花枝条？这哦，冬阴烧的，唔知影冬阴烧，大家拢出来吃这，大家拢出来吃这。哎，这有人来无？这哦，转去哦，用钱，这人强租给，但是只有花枝烧，这花枝烧是啥？
你等于用钱的，倒去警察拢好食哦。你袂停、袂轮、袂臭吹的啦。紧的来，借两个人，借一个人袂啥的。来两百块，来200块，就三块来两百了。啊，这个过来200块，200块。这超市一客来卖你100块，无人爱，飞机条花枝条。好啊，花枝枝，好啊，条，好啊，条，好啊，条，两百块，两百块，哎呀，一个过来200块，两百块，花枝条什么200块，两百块，两百，两百，够吧？一人我出钱，一个过来两百块了，两百，两百了。有些人俺没那钱，有点在两百，哎，花枝条过现在200块，两百，哎，这3块的、4块的，你可我来。这两块过来了，200块。
你领着啊。这是山芋啊，这旁边是。嗯，应该不是，应该是。甲成鸡翅吧。应该是鸡翅。迄鸡翅吧？对啊，鸡翅。鸡翅山芋。迄山芋是边仔迄个？山芋白啊白，啊鸡翅白啊。我连这个也认识。你讲的，鸡养老卖，一袋三百，一袋三百，你切好一袋三百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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